我们余梁州污水处理厂是襄阳市的第一家城市污水处理厂，也是襄阳市最大的一家城市污水处理厂。我们承担着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和高新区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任务，服务面积约90平方公里，服务人口约90万人。我们的日处理规模为30万吨，每年呢处理的污水量能达到1.22亿吨。 相当于是武汉整个一个东湖的水量。对于一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追求的是稳定、安全、有效的运行。我们最核心的部分还是要考虑到安全，包括生产安全和排放安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大污染源、重大危险源、风险，我们都是要尽量规避的。 同时呢，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处理水质能够达到甚至高于国家的标准。现场制备次氯酸钠解决方案呢，它从源头上就保证了我们的安全性。我们用的呢原材料就是食用盐和水，这个呢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周边的环境都没有安全隐患。格兰富的次氯酸钠系统投入运行近1年以来。 一直稳定运行，处理的效果也非常好，降本增效相当明显。事实证明，当时我们选用的格兰富次氯酸钠制备系统非常正确。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用使用的是格兰富引进的德国的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在我们福鼎紫光也是首次尝试。 最主要的是能够解决了我们在这个原油的供应上能够有很大的提升，主要解决了我们生产运营数上的安全上面。那么第二块呢，是解决了我们储存方式上面，因为我们引进成品的话，对我们整体的储存安全是有很大的隐患。第三个，从我们日常生产管理上面，提高降低成本上面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晚上啊，用我们的风谷电，这些有效的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行成本。 作为襄阳市最大的一家城市污水处理厂，我们不断提升运营、优化运营、提升设备，力求更好地保护一方水土。格兰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我们的企业愿景相一致，有利于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对于我们保护汉江水、更好地服务于襄阳人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